心内受啥人，不知心内恨啥人，薄薄的胭脂粉，深深的伤滚水工！啊，我着第一灶卡，你甲我化一下就好啊。我着看你遐无用，像这款小可代志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别爱笑啊，搞笑啦！林秘书，我是来找伊阿英的啦，啊，你也伫遮？是啊，啊，我请假时阵就甲你讲，我来照顾家英。坐啦。啊，坐下。安怎？卡有较好无？林先生，您都毋是来遮看我的伤好袂对无？想袂到你经过遮尔啊侪门，还阁挡会着，一做都是一年嘞，无半道来走。伊家英，我真佩服你。你讲这句话啥意思？我知你伫修车厂受足侪委屈，恁师傅嘛在咧欺负你。今仔若换作是别人，恐惊做袂落。想袂到你会当真好好啊来学。那这一点呢，恐惊不是干那我一个人，要来讹落你。林先生，林秘书，刚讲你今仔来吃，就是超工要来讲一挂好听话，我听信。卖紧嘛，咱嘛来，你有这款机会当开讲，你无需要对我刺激个。搁再讲，我今仔日来并无恶意啊，特地要甲你讲一个天大好消息。啊，是啥物消息？我已经找到因老爸啊。这项被吹到啊！啊，这卖是安怎？人有用惊无？真好啊！桂花，你这卖去来找阮老爸好？明仔载，明仔载你自然就看到恁老爸。这卖人真好，你放心。明仔载，你要伫什么所在才会使见到伊？明仔下晡嘞，你来这个所在，自然就来看到恁老爸。安尼我够钱。林先生。拄才真失礼，我误会讲你来遮的意思，想袂到你是专工来遮甲我讲好消息。这我知影啦，因为配方的代志，你就来误会，这也是正常的啦。要毋过好你加载，这代志已经拢过啊。伊家伊，讲真实，我真钦羡你。伫事业上呢，我一直真有信心。要毋过伫感情上，我是输乎你，我祝福你。过去。你刚才是找到阮阿爸，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找到伊？阿母，阿官暗顿煮啊，我出来食饭啊，阿母。食饭啊。阿母，怎碗给你啊？哎呦，啊！迄猪肉煮甲烂，国货是要安怎吃啦？哦，啊！今日青菜炒到遐尼咸，哎，盐都加盐，你安尼煮只菜，煞免吃咸汫了。阿母，啊，管着较袂晓煮食，你就莫搁外嫌啊啦。啊，袂晓学就会啊。嗯，啊，敢若讲袂晓就毋免做啊，吼，我甲你讲。
安尼是要做人查某囝？有啦，人即摆开始咧学煮啊。啊，今一日食饱，盈盈待在厝的，啊，无你做啥物工课？本来吼，这个厝内就爱整理甲足好势。我知啦，知上好。我是惊你知影吼，唔做啦。有啦，人即摆逐项拢嘛咧做，你敢无看是哦？有啦，我有在看啦。你莫在遐插嘴。我只是吼在提醒伊啦，以后吼，逐工都爱安尼做，唔通安尼做两三工啊，尔尔吼，都平淡无爱做。啊，还阁有啦，咱明辉啊，逐工去上班，顿也是足忝的。你莫安尼哦，连咪叫伊做这個，连咪叫伊做那啦，做是人个查某人哦，都会晓体贴红事。我袂晓啦，我歹食。啊，带你看卖，好哟，看两句啊都袂用的，我唔是咧骂伊啊啦。我甲你讲啊，你甲你老母讲，见老母较残杂的啦。唔通叫是讲我咧好欺负，我小娘你一个，哈，好伊面水，做做讲我好欺负，爬我的头壳顶来哦、喔。好啊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我代替阿母甲你回信你啦吼。你是要叫我安怎莫生气？我无煮饭，伊都无欢喜，哈，我煮啊，伊阁同款生气，无我到底是爱安怎做？讲到到底，讲啥物？我规工闲伫咧厝的无代志做，啊，恁老母咧？伊家己嘛规工闲闲伫咧厝的啦，伊先怎毋去做饭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影你是委屈啦，咱就少啉者就好啊。你就干来遐叫我啉尔啦，我是要啉偌久啊？是有够歹命有影，嫁你这款无路用的翁，恁无咧受委屈，你就袂晓少替我讲两句啊？是毋？好啦，无我等下来甲阿母讲啊。讲，我都唔相信你敢去甲伊讲啊。你嘛莫安尼。你敢知哦？我夹要恁两个中是足歹做诶无？即马要甲阿母讲你哦，咱嘛讲输人啦。头发多，你若莫去算股票哦，就卖了遐侪钱，咱囝就袂变安尼啊啦。无你即马是咧讲啥呀？啊无你毋怪到我诶头壳顶来啊是？嗯、好，即马算我安怎？你甲恁老母两个人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，你敖啦！即摆恁两个人拢徛共床啊，信？好，无要紧，你向，要哪呢？我出来啦，我较先伫咧遮，查恁两母仔见面啦。不管啦，不管啦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误会我，我都毋是即个意思咧。好啦好啦，无即摆开始哦，毋管我阿母欢喜也无欢喜，洗衫煮饭我拢来做啦，好不好？但本来就是你爱做的啦。因三兄弟你拢通知过。是，我全部都通知过啊。啊，因的反应啥款？起初有淡薄仔怀疑，然后看到我给因的住址，佮用明下晡的时间，我相信明仔载全部拢会到。哈哈哈，安尼真好。我即马要看因三兄弟明仔载要来面对家己的老爸。进去，行，来去。总裁，这伊世上的代志，互我来去就好啊。这个小所在，你无方便去。啊，这你都唔捌。我甲伊世上的代志，我若无当面甲伊讲个清楚，伊是无可能甲我斗阵转来。是。就迄间伫公园，我要邀请你来我公司做代志，迄个人啊。哎呀，少年人，我都甲你讲，我无爱去，你来过来。我老实，你听我讲，有一个人吼，想要见你啦。什么人啊？总裁。娘。
安娘。到底是啥物？我就是你失散早早的小弟沈耀。沈耀，我看这嘛是你面貌上是你含泪的，哎，不是你面貌，也不是你含，我正正就是你的小弟伊沈耀，小心。哎呦，我到底没有？哎，想袂到，一世人咱兄弟还阁爱记你。哎呀，哎呀，真歹势，这三十年来，我吃真济苦。这三十年，你都无跟阿兄联络。阿兄就是讲，一定我阿哥出什么意外的代志啦。哎呀，三十年以前，我跟你一人走去美国闯去。因为人地清疏，生意愈做愈歹，所以一寡钱阁叫拐了了。但艺术家死给你流浪，走投无路。是啊，遐迄阵阿兄毋是寄钱乎你，你敢有收到遐？我无收到。假使讲迄个时阵，你若是无寄迄笔钱给我，帮助我渡过难关，你若这个世界上都无我这个余世荣的存在，要不大家快点这里的稳定落来，我才知我阿兄，你是将你变卖祖产的钱寄给我。哎呀，当然是你歹甲我讲的哈。讲的原因，就是怕你心内负担，是要让你安尼专心去创业做代志，所以卖祖产的代志，我唔只无甲你讲。人国这多处这里边，再来变成了兄弟啊！三十年来失去联络，所以踮迄个时阵。我都教你下落决心，总有一天我是成功倒当的，我一定要将这个做出改变的。是啊，其实你无伫台湾一段日子，阿兄嘛是认真打拼，伊咧种果子、饲猪、饲鸡、饲鸭，伊做生意。啊，那差不多十年来，阿兄咧将一间祖厝阁卖倒转来，也毋过足不幸，我即卖阁将一间祖厝卖转了。哎呀，你做你放心，这一摆甲你买祖厝的毋是我啦，不是我。即摆你讲啥？哎呀，你给我的温情，我一世人永远都唔敢放互别人。即摆是应该我倒转来报答你的时阵，所以我这一摆倒来国内求法的，上个主要目的，就是要找出阿爷你。我已经探听出来。好重要！这三个囡仔，拢踮伫台北安居乐业，啊，不过才上家己的老爸，放踮伫故乡，在过着孤单老人的生活。我知影这件代志了后，我心肝内非常的艰苦，
所以我才去拜托建设公司，用关节将祖厝改变掉。我的目的就是希望讲，阿兄阿弟来去台北，好在生意来个友好。想不到，想不到这生意来这么不好。这是两下子的代志，我是无爱去让伊负担，总共一句，爱怨叹我身体慢，未拖未疼，这样。哎呀，你也无需要替伊讲好，伊这三兄弟所做的代志，伊连一句不懂，我早就调查个清清楚楚。先将伊好装，就讲不好的子孙。我真袂做哩，我已经替阿兄来告慰。是，阿妹讲，子孙自有子孙福，我也无五万公，好心定来个完全友好。哎呀，你阿哩讲都唔对，人哩讲，好囝好一个。歹囝是不足，亲像伊好种这款不好的子孙，我是绝对无法度来原谅伊。讲有老道理啦，养过好歹也是我的囝，也是你的孙啊。伊咱做事大人的，袂用讲目睭金金。我细碎伫咧落魄，你知？哎呀，谢勇啊，既然你即摆转啊，看你认为安怎做，你就做。但是咧，阿兄希望你，我这个面子，甲因三个小我驾驶得着，好不？哎呀，你做你放心，我只是改变阮这三兄弟的当结果尔。谢勇啊，阿兄，拄则听你咧讲安尼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想要问你者。哎呀，你有什么代志，做你问无要紧。一摆，阿忠因兄弟啊，生意做失败，是毋是甲你有关系？无唔对，哎呀，这拢是我一手安排。你千万当见怪哦！呀，我迄个朋友阿叔，是毋是你借我的名义提钱去甲援助的？无唔对，希望我认真了解了，原来一切就是伫你暗中咧甲我斗三工的哦。我知阿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踮伫阿兄你上界落魄的时阵，阿叔死过来甲你斗相共帮助你，伊乎你的温情，我这个做小弟也替阿兄来喊你，这嘛是应该。阿兄，你讲对唔对？阿兄，你都袂计较喊人钱。你就将伊甲囝出来代志，暂时交我处理，吼。我暂时答应，多谢阿爷。这么等明仔载，等明仔载看好戏。
是讲叫咱来看吧，来补这个嘛做呀。伊老婆，讲话较小心的啦，咱拄着歹空的啊。恁两个卖吵。李先生，今麦到底是啥物代志？阮阿爸人呢？免急啦，何会才打要开始尔尔。妈妈，我惊。免惊，有爸爸妈妈伫咧遮咧。